老臣怎样了？西域那边传回的消息，他们去藏风园监视，被那些妖魔发现，死伤惨重。具体的情况还得问裘堂主。藏风园，我能做到的也只有……我要去试验我这几天构想的一个机关，待会儿见。 那我们也各自忙自己的去吧。贤青一定又是去睡觉，你也又要去找吃的了吧？尹统领，大战在即。 你却要我盟中兄弟去那无岩村的陷龙坑为你开山挖矿，究竟是何缘由？陷龙坑，吴垢投影所在的那个矿山。依照计划，随祝宇降落地面的鱼族交由郑武盟牵制，而天晴之海上的残兵则交由我等。玉界书上有机关秘法。 可对鲲本体进行攻击，但以现存能量，只能攻击三次。那还不够，而且，你们有这么厉害的秘术，为什么不早对鲲使用？鲲乃上古巨兽，若非命中其鳞甲薄弱之处，寻常攻击难以损伤它分毫。我等观察鲲多年，寻出三处可能是其弱点所在，但尚不能确定，因此。 玉界书只能逐一对着三处试探攻击，准备不足，是你们自己的过失。鱼族本身不适合在地面行动，因此，祝宇通常会将法力借予他们护身。你们与鱼族有过数度接触，想必见过他们身上出现一个水泡状术法，抵挡你们的攻击。 我们在落日不抓邪教的时候，和舒玄打了起来，他就用过这招，根本打不动。只有令祝宇伤重到自顾不暇，鱼族的护身法术才会消失，我们才能有更多取胜的机会。此外，你们中有人身上只有奇魂珠，若能将其中力量倒注己身，可暂时使力量猛增。哦，然后很快就会死。 与上古巨兽为敌，岂是易事？我等便早有玉石俱焚的准备。左盟主，眼下为我们提供的龙晶越多，则我们重创祝宇的机会便越大，获胜几率自然也便越高。我道横道众有什么未卜先知、通天彻地的本事，到头来还不是要靠我们挖石头？ 未卜先知，谁啊？这是。 明姑娘，信上说的，发信的人等在景安城东南白塔400，我必须在明姑娘之前找到她。
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我来了。你不是藏风姑娘吗？是你发的信吗？快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必，明秀信中的约见时间是明天。啊，这信上说，如果我有牺牲性命的觉悟，你有办法帮我们削弱坤的力量。只要你能设法重创硕玄，令他沾染这滴血。硕玄姑娘。一定又是他吗？他在鱼族中身份不低，又身怀热海药丸，如果他受了伤，鱼族定会将他立刻带回妖界之心救治。误会正在该处，看来你无法出手。我可以，给我吧。这是月琪的血，主人将解除血符之术藏于其中。今朝和贤青叫我们小心，说横道众可能会不顾我们的安危，借我们的手将解符之术送到雾魂。不过估计他们也猜不到来的会是你。今朝和小月是打倒祝宇的关键人物，昭言洛埋名好像很重视他，所以收到信的只有我、贤青和明姑娘吧。没有狼妖。啊，那只要我成功了，明姑娘就不用冒险了吧？此事非我所能保证。小心。师方，这是你的新机关，威力很大呀，让我看看。啊，不行。嗯？阿阳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啊，盟主有事找月兄。哦，热温兄弟久等了，走吧。居兄在研究机关术吗？或许。石方，石方，你知道明秀姐怎么了吗？我真不知道。你怎么好像也有点怪怪的？啊，没吧。我们不是说过，你有事可以告诉我吗？真的没有。我看明姑娘不大高兴的样子，你陪他去散散心吧。嗯。还有，我想赶时间把这几天在构想的机关图画完，今天你就不用来催我吃饭了。好，那明天见了。明天见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当然不会来安慰我。这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事，为什么非要别人的安慰呢？再见。
要把解除血库的法术送到鲲体内的雾魂处，只有这样才能为金钊他们制造机会，才能制止祝鱼的疯狂。我一定要做到，一定要做到。好，竟然哭出来了，真难看。如果我不来，就算不是明姑娘，也得有别的人来。敌情，慢着，他不是那个跟少卿一起去过天晴之海的人类吗？确实奇怪，他为何独自来此？而且将军有令，少君已经背叛我们，他的朋友自然也是我们的敌人，先抓住他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要见寿玄姑娘。你想干嘛？寿玄姑娘，有话快说。拿下。抓他一个废物干嘛？居小哥，如今你我是敌非友，战场相见，我不会留情。我知道，你们能不能别再打热海的主意了？凭许巍说，他那有足够的起魂珠。拿下！等等，寿玄姑娘，我要挑战你。凭你？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废物，可是我一定要阻止你们。热海药环在你那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过不想当英雄了吗？那你现在逞什么能？我没有逞英雄，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，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你说过你们鱼族遇上不好了结的事情，谁强谁说了算。那我要挑战你，要是我赢了，你就得听我的，不要打开热海，不然你就不是英雄好汉。神经！你可以杀了他，但别把他的决心当成笑话。不必你多说。想找死，我成全你。上吧。哇塞，你快
文书啊？走吧，一起撞敌人。真弱，是啊，今朝他们都比我强百倍，对付祝玉的事情还是要他们去做，我能做的只有说玄姑娘。斗包，辛苦你了。好小子。什么疯？说玄姑娘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过，我要是走进你十步之内，你就要我粉身碎骨。真的是想找死。说玄姑娘，石方，石方，吃饭啦！嗯，不在。石方。今朝，小月、朝颜、贤青、明姑娘，这样把你们的名字全写了一遍，感觉还真有些不好意思。
认识你们之前，我一直缩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跟你们在一起这些天，发生了好多事，虽然有些是不怎么开心的事。可是我感觉就像从梦里醒过来一样，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这个世界。它很坏也很好。现在我终于有勇气去做一些事情，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，保护我想要保护的人了。能帮上大家，我觉得挺高兴，虽然还是忍不住有些害怕。对不起，我不敢跟你们告别，还有温养和盟主那边，我更加害怕去见他们。麻烦你们帮我说声对不起。能认识大家真的很好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借着月色的明暗，这熟悉而陌生的脸，放肆有过蜚语流言。怎么样？何婵娟，我不会误了君上的事。好好养伤。对了，你小时候灵叶教授你的冥想之术，你没有忘记吧？当然没有，母亲当年凭借冥想之术接触到祝宇君上的意识，才令天青之海免于彻底崩毁。我一直都有练习，只不过你心气太过浮躁，趁养伤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吧。还会再见那么散漫，留下你林渊，他为什么能做到那个地步？他不是个胆小鬼吗？你真的现在还这么觉得？明明是个废物，白痴吗？那个傻子。硕玄身怀热海药环，吾定会在热海移动至藏风园之前令他康复。君上，横道众和正午盟一直在监视我们的行动，我们这次打开热海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攻击。无妨。君上，我们不如趁横道众注意力集中在藏风园，攻打玉界书，抢夺他们储备的起魂珠。吾若是再吸食起魂珠，恐被人类之心吞噬。不必多言，热海之事不容有失。是。要填补这份饥渴感，气魂珠还不足，远远不足。余族存亡，再次一搏。灵叶，希望你对祝宇的影响还在，他还是你口中那个
懵懂温良的神兽。前几日盟中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，再往前几日景安乃至整个神州发生了什么更是无人不知。你们此去葬风园能否平安回来，老夫不能保证，可是一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朋友能鼓起多大的勇气去战斗，老夫已经看见了。你们的决心老夫都已感同身受，对这样的勇士无需老夫再多说什么，出发。是。回狱结束吧。小秀儿有何心事？居士方死前我曾收到一封信，当时我犹豫了。这笔记我在洛家密室见过，是洛埋名的，暗中告知月今朝可以，别让洛昭言知晓。小时方的死多半便是与我们之前猜测的，如何将姐夫术法送至雾魂所在有关了。你在想，或许自己当时做些什么，小十方便不用死。不要迷惑，那只会阻碍你的脚步。我不会。你平安无事，师叔很开心。走来，你们每个人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，但你还真是让我吃惊啊。居兄，你的行动已超出我所知的英勇范畴，陆昭也能结识你这位英雄为荣。十方，我知道就算我难受你也不会回来的，可一想到以后都不能再你合影聊天，我还是很难受。居十方，因为师父的事我曾说过没法把你当朋友，现在我居然有点后悔。十方，你现在是不是见到顾大叔了？他一定夸奖你的勇敢了吧？看着吧，我们一定会阻止住屋，然后我们就去找你们。好，那今天这期我们到这边结束啦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们频道订阅，也到粉丝按赞，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收看啦，拜拜。温兄，你们要回狱借书了？温堂主还不出发吗？我想去同十方说一声，他设计的举车已经完工，这次我们定会用举车剿灭妖魔，让他的机关大展拳脚。月姑娘怎么了？或许是早饭吃的太多吧。
几位，多谢你们。谢我们？从我认识他时开始，石方就是一副内向胆小的样子。其实他小时候就一直跟我说，他想成为一个堂堂男子汉，但如果不是遇上了你们，他在这正午盟里说不定会一辈子就那样消沉下去。谢谢你们。温堂主不必如此，菊兄也是我们的挚友啊。是啊，那我们就在葬风园再见，看谁除去更多余族，为他报仇。会议结束吧。我也曾想过，与坤一战，死伤在所难免。我们中或许也有人会牺牲，却没想到，在那之前，居兄便……逝者终已矣。生者常怀安，何必愁眉苦脸？小石方留下的可不是只有痛苦的回忆。没错，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偷看硕玄洗澡，被人家踹到水里上不来，跟个落汤鸡似的。哦，我一直以为鞠公子腼腆内向，倒是小瞧了他呢。鞠兄当时也是无心之失吗？对了对了，他那时候想抓飞鼠找铁阳木，还拿馒头当诱饵。那馒头我都不爱吃。是啊，大神，我有一个疑问想要问你。三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时，您曾经说我不久就会死去，您到底为什么这么说？吾无法创造生命，只可交换。汝等奉献之牺牲，生命力本就微薄，因此汝之生命不得久长。奇怪，总觉得他是个懦弱的人，可是他如此结局，我却不觉得意外。我们都早已不是最开始的我了，而且我和他都知道，因为自己导致别人的死是什么感受。同样的感受，我们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为什么感觉今朝离我好远？岳统领，营统领交代，
请你回来后抓紧时间养金旭瑞，以备与祝雨的决战。